亲手送上暖心便当，色香味俱全的八道菜，营养满分。共700份的铜板蔬食，慈济志工邀请众人斋戒祈福，消弭灾疫，也慰劳前线的医护同仁。很感谢这个师兄师姐他们今天这么辛苦的帮我们准备来这份爱心便当。也希望这份心意，我们可以从医院一直到社区，一直在上人的理念之下，一起来发挥这样的精神。疼惜防疫工作的辛劳，台中、云林等食品业者送来各式点心和糕点，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这一阵子大家都很辛苦，为了防疫的工作，我就是一些大饼，然后来补充大家的体力。大家加油！疫情一来，没有办法来帮我们，但是他们心里都非常为我们着想，因为医疗人员其实在抗疫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相当压力很大，也很辛苦。那这个可以希望能够给同仁们加油的，让大家能够再继续往前冲啊！那也希望大家都很平安。面对疫情持续升温，虽然加大众人距离，但内心不变的爱与关怀接力传递。大爱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道。